一道的未更圆，国学精华是一轮你未可停，书香门第身前书院上回归，文化经典学而时习的喜悦，生活伦理顿悟孝道清清根本，夫义夫顺和谐家道夫妇情深。生命圣道修信仰行为功夫，礼门一路安身立命为基础，明德成圣立身行道为实践，圣与贤观内圣外望为完成，大学之纯真修齐之品，中庸之理说不完，度君子皆生。圣道圣修信仰行为功夫，礼门一路安身立命为基础，明德成圣立身行道为实践，圣与贤观内圣外望为完成，大学之道各自成真修齐之道，